温馨，人间最美是温情，所以天顶的月亮这水这水这温柔。我们下一个节目哦，再度的邀请我们的月亮星爷梦凡带来酸酸甜甜甜甜蜜蜜耶，叫做月儿像梦。我们掌声鼓励我们的月亮星爷圆梦凡的领军，掌声鼓励他的演出。谢谢大家。